要是对一些重要物种的栖息地进行这个改善修复，采取的主要措施呢，一方面是生态保水，就是给做一些保水工程，在这个枯水期来临之后，我们这个栖息地里面也保证有足够的水，跟这个候鸟和野生动物这个生存需要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布置了一些这个沉水植被，和一些鸟类栖息树种，保证这个鸟类的这个食源充足。